三连胜。我现在要持续的进攻，不啰嗦，我们直接开始，好不好？不啰嗦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但是开打之前，我先整理一下我的服装仪容。好的，为什么你们打球会断线？我打都不会断呢、啊。哦，所以也不是网速的问题。光台湾政府，你也把台湾政府都扯出来。好了，准备开始了啦，各位，帮我加油一下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来，哦，大家一起来。我说胜利，你说好。我们三声就好了。我说胜利，你说好，大家一起来，胜利，胜利，啊，胜利，胜利，胜利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准备了，今天的第一场 ，Go。哇塞，超快的啦！完全没有累格欸，为什么你们都说收不到啊？我一秒就收到，还不到一秒欸。ART， 棒球吃棒球狂，球迷朋友们，开到是台湾的主场澄清湖球场，来我们看一下哈，他用的是二垒手郑根佑，游击手林中范。哦，这一队我好像有，这一队10年的 SK 飞龙队，我好像有常常遇到过、啊，但是人不可能不一样。这个好像应该不是我们上一次打的这个人。OK， 一开始是一个顺风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他把纸卡摆在第一棒，哎呦，坏球！漂亮！来一个好球，三振了！哎呦，天哪！还是有一点点内格耶。其实我这球感觉我是要故意投坏球说。哎呀！哎呦！连两次安打了！哇，这个厉害！看一下，普斋红中外野的黑卡，外传、超传、爆发力训练。糟糕，卡尔顿现在一开始面临到一个危机，没有人出局，一二流人。热身一下，刚刚还没热身。状况不错，表现很好。醉的。漂亮！哎呦，这球坏球，天哪！这。这裁判是怎样？这球是务必要解决掉了。哎呦，天哪，这好歪哦！接到传二垒，没有关系，被他推进到了。接下来是他这个。李什么号？快球。OK， 漂亮，反应来，反应得及。OK， 突破都丘比我下嘞。
他都是用开光打。想出局了，好，抓稳稳抓一个出局数，这要守住啊。碎的，碎碎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呀，看出现一个道具啊！啊！干出一个道具啦！哦天哪，真的是！哇干哦！太扯了啊，这个道具真的是帮他一个大忙。讲真的，好难受难受。变成一个瞄准打法，瞄准打法加上顺风，所以变成说刚那球被刚很远。换我们哦，刚刚这个来看，哎呦，柳贤镇紫卡06年 SK 飞龙的紫卡 A 系列强化 HJ 变速，这个拍法来了，来吧，棒打柳贤镇开始，哎呦哎呦。仔细选球，哎呦，来啊，闪个抓个四缝线来，何总再投一样的，哎呦，看这个速差，哎呦。关系哦，忽快忽慢，忽快忽慢，我喜欢来。哦，拍一拍。碎啦！哇塞！哦吼吼，这有几手？横一跳接二垒手正跟右，哎、欸，游击手，这看起来是安打呢，不得了啦，这个，天哪！上半我吃瘪啊，这个吃瘪了，各位。刚刚那个游击手，这个是太那个游击，我觉得以台湾来讲，我不曾有遇到这一个中间方向，然后他可以横移到中二垒的上方，然后去接到这一球，我好像不曾遇到过。哎呀，完，糟糕，又一个那个。我跟你讲啦，我这个逆转哦，我这我抽奖了。我如果打赢这个柳贤镇紫卡逆转抽奖。哎呦！
不得了哩，打得我不要不要的。哦，目前已经了，目前已经三分落后了。又那个了，这不行，这个没有连线。OK， 没有问题。虽然被得一分，但是我们守住来，该我们反攻了啦！风吹起来哦，晴天了哦，晴天了哦！拉米狗的球迷们，大家来加油一下！峰哥，加油了，陈金峰！哦，好鸡歪哦！哇，对到，那这个速差太汽车了。目前一开始我还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握到，没有关系啦。棒球是打九局的，他的柳前镇也是会累的。会惊就好，会惊就好。太机车了，这个timing太机车了。跟他耗，跟他耗，他也投了30个球，差不多了啦。碎啦！啊！没有关系哈。三局变天了，变天，而且变疯了。先守住。前两局我还没有办法突破他的这个投球。现在哈，就是要照他的一个感觉，我们去来复制他一下。那个哦，不要玩这一套哦。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顺利的解决，非常好。哎呀，那个又是那个，不同步啦，不同步。好球过来了。OK。加油加油 ！Nice choose, nice choose。吼吼吼！太机车了。
HJ 变速。30%都投内角上，我就锁他了。这个进垒的时候，还是会稍微内格一下。碎！啊，又！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这什么东西？到底球在哪里？哦，这样子我是要怎么赢球？这样是要怎么赢球？碎啦！好看，真的是 fucker。这样怎么赢球啦？天哪！这样要怎么赢啦？我干脆自己去手赢啊！不是，我干脆自己关台好了啦。干不到球，球出去也不知道在哪边。关台好了啦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各位，不要放弃啦！漂亮，哟，哦，整个气势提振起来，还没有输哦。输让输定了，输定拍挂名了。虽然说一切的因素都是不利于我们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这是一个台湾人的精神，坚持下去。漂亮的一个强化球，满球数啊！他又出现一个护手血的。OK， 这时候我掌握到了一个二垒手臂球，曲前，这球漂亮。两出局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漂亮漂亮漂亮，哦，卡尔顿很少被单局轰个两发的呢，有点难受。刚那球，哦，真的伤太大了，那个两分那个 timing， 还有现在哦，面临到一个苦战。OK， 顺利解决。哦，水来，哦，天气又变成晴天了。漂亮啦，哥不怕输球啦！那个哦，这样子怎么玩呐？这样不能玩呐！这样子怎么玩？我靠！看我人都在站二嘞，他给我判奥多！看，真的是妈个逼耶，太扯了！我爆发力训练的人都在站二嘞，他现在判奥多。哦，算了，太扯。
糟糕，我的心情受到了影响。我都已经站到二垒，他竟然给我判 out。哇，这个、完全被他这样子，完全被他这样子弄一下哦。哇，我这一个大好的攻势哎。哇，这个球放过了。哎呦，这也能够捞到，也是厉害。不要放弃，各位没有关系啦。大家都很气，我知道这个金康。判断正确，坏球。而且他只有一个潜力哦，他目前只有开到一个跳接手背，这个还没有老兵。Yes， 漂亮了，三振直卡，就是舒服啊！加油了，加油了，啊！糟糕，这时候是他的天气。吼吼吼吼！加油吧，加油加油，桃园男孩！就像是青春的小鸟，回不来啦！先打一分啦，棒打柳贤镇，就是爽，舒服 ，comfortable。继续打坐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猜到，但是我被钓到了，啊，难受。哥，我刚刚拍那个掌，拍太大力，好痛，哈哈，抖一下，我手操，好痛。各位，他跳接哦，他的二游跳接实力不弱，所以我们哦。尝试的关键的一发了。哎呦！拍爬，拍爬，这个变速拍爬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各位。哦，我目前把这个比数拉回来，剩两分，还没有结束哦。请大家帮忙加油一下。这球没有出去 ，USO 阿汪接到这球非常漂亮。完全就是一个坏球。
漂亮的一个，这球投的漂亮。哎，这球他挥棒，我也是觉得怪怪的，他可能是想锁一个内切。leg 了，所以你看球还没到他就已经 out 了，这算是一个 leg， 没有关系哦，持续的守住。哎呦，这个球他也挥哦。 OK， 一个 three out change。 哦，他的流线阵五局给我投了 8K， 没有关系，加油啦。他换上10年的中继投手宋恩范，恩范直插。哎，我靠，强化的怕不？哎，这个直插会稍微下坠，而且往右边滑。哎呦，机车啊，这个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直插会稍微下坠，往右边，往这个打者的内角，左打者内角稍微滑一下。哦 ，shit！ 不好打。哎呦，这个直杀球，他可以这样子直接滑进好球带耶！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。碎，落地了，落地了。哎，七局我决定了，我们不要再让卡尔顿投了，换投手。接下来上来的，大家自己加油一下啊、哦！守住，守住。漂亮，这是一个好球，虽然会 lag， 但是没有关系。选得好，这个球是坏球。我们来一个节奏，一个感觉哦，快快慢，快快慢，给他一个快快慢，再来一个必胜球，漂亮了。你有 HJ 变速，我有 C 盖用变速啊。非常好，他在锁一个内切。Good， 不啰嗦了，直接来三振他。哦，三振他，三振他，再来个好球，三振他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。哎，他会去挥一些坏球哦。Yes， 这一局的配球非常漂亮。摩瑞上来一局三 K， K K K 连三 K。
好啦，现在一个从伯龙大王开始，35磅，大王先上嘞，大王先上嘞。OK， 选得漂亮，要球三块球。哎呦，这个紫砂球进得来呢。啊靠，顿了8.7秒，给我进好球带。峰哥加油，峰哥。加油加油，他投的比较闪啊。猜不到欸，我真的很难猜得到他的配球。碎啦，这球你应该接不到了吧，五灾猴，靠鬼靠鬼靠鬼。 OK OK， 不要乱跑不要乱跑，峰哥太漂亮了，峰哥大师兄靠你了，大师兄。峰哥上来了，峰哥上来，峰圣石连线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换上这个10年的李晨浩 W 达人 D 系列，他开强化的 V，W 大师 W 达人西变。哎呦，糟糕啊！糟糕糟糕糟糕！好吧，大师兄。靠你了，大师兄！他在攻我的内角，没有关系。哎呦！哦，拉掉，拉掉，拉掉。设定的框 ，shit！ 哎呀，这个 S 曲球 timing 不对，推不起来。啊，我干扣哇！干扣干扣干扣。OK， 劝局没有关系，再守住。我们还有8局下跟9局下半，大家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这时候换上一个蔡英峰啊，没有特殊姿势。人家棒棒，人家特殊姿势一堆，我们特殊姿势还没有。接下来轮回到他的第一棒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哦吼，天哪，这么外面他也打了。OK， 但是我们守住了，现在是一个两人出局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碎碎碎！转攻一些外角，加成加成，把加成换回来，换回15年 ，OK， 加成回来了。
球他接不到了，碎碎碎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小头小头击出来的 ，very good。好，这时候他换投手了，是一个球，以陈浩下去了，他换谁？你看看，连这个都那个了，看一下，金元恒，2008年 SK 飞龙的元恒取球，哦吼，元恒取球，天哪，个个都是特殊球种，个个都是，看一下这个元恒，他有没有特殊姿势啊？有了，推出去有没有？啊，没有办法，想说掌握到了说。哎呦，这个圆曲球像什么？像那个啦，有点像那个我们的有没有那个叫做什么？李明进啊，李明进。天天进取啊！碎！懒惰。哎呦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姿势都没出来，球还没到，姿势就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啦？这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什么？哎、欸，跳！哦，好嘎仔哦，考验反应呐、啊，是在考验你的一个专注度。哎哎哎，这些啊！这不行，这个线路太烂，这线路太烂。啊，你看这什么？我根本看不懂这什么东西。良好又坏球，这样不对呀、啊！这样子的话，他挥完了，我的球才姿势才做完，那代表什么东西？代表他已经先看到我的球了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这有点神呐、啊，这个。这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玩呐、啊！哎呦，就这样就被捞起来了。九局。看，你看这个 timing， 这个 timing 又变成一个滚地球了，难受。不行啦，这样不行啦。哎呀，唉，无力呀、啊，无力反攻。今天真的是一场精彩的比赛，输掉，难受。